高雄市长陈其迈与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出席高雄捷运黄线机场统包工程动土典礼，宣布捷运黄线开始起跑，期盼在最短时间加速工程脚步，在117年如期如职完工。今天主要是捷运黄线机场的动土，那这个也象征着捷运黄线已经开始起跑。那我们也希望说啊，能够在最短的时间能够加快工程的脚步，啊，能够在2028年左右啊能够啊完工好。那这个将会是我们高雄市绿色交通非常重要的一环哈。那也会跟红橘线轻轨跟台铁形成格状的路网，服务的人口六个行政区也高达115万人左右哈。那假如车站周遭的500公尺也会高达48万人哦，那未来每天的运量也会达到17、18万左右的这个运输的这个量能，那也会串起包括两个行政区、3所大学、7所高中，那还有包括2所医院，以及在文化中心这个卫武营啊，还有这个亚洲新湾区。陈其迈指出，捷运黄线总经费约1440亿，感谢中央补助约833亿，地方负担600亿。在整个财政的规划，由林清荣副市长组成捷运财政规划小组，从欧市、建军站等，目前都已经先进行开发。在整个捷运路网来讲，捷运黄线可以说是重中之重啊。那我相信未来也会随着捷运的发展啊，那带动更多周边的发展啊，那总经费1440亿左右的经费啊，中央我们要感谢也负担了大概有833亿，那我们地方负担600亿啊，那我们在整个财政的规划啊，也由我们林副市长组成的这个捷运财政规划小组啊，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上任之后，我们从这个欧市那还有建军站等等，现在都已经先进行这个开发那这些这个联合开发的这个财源，未来也会作为我们捷运新建的这个预算的收入。捷运局进一步说明，高雄捷运黄线有效的串联起高雄地区既有轨道系统，让高雄都会区整体的轨道运输转乘站点将增加至19处，渴望大幅加密高雄市区大众运输系统密度。